收看。创意理财尽在运通。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今天的稳操胜券节目。那当然今天的一个加权指数的话，你可以看到上下震荡大概100点，那尾盘的话是小跌了28点，也就是说从上个礼拜这个大盘啊一路大涨到今天为止的话，终于开始震荡整理了。那多方走势里面其实这个拉回很正常，那这个地方投资人你必须要拿出信心出来拉回的的确确就是一个好买点我在这个位置跟你确认。那当然现在投资人他的想法上面他会认为说这个美债美国那个债务那个期限可能会出 trouble 了。那我跟大家讲这个机会性是不大，机会性不大。那未来这个台股只会越来越好，因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你不管从所谓的出口的一个数据外资法人的一个看法，还有未来景气的一个循环，第二季到第三季可能最坏的过去的时候，这个股票市场里面是领先指标它就会率先的怎么样去做出个反应。那从上个礼拜到今天为止有一个族群大家都知道它叫观光类的族群从那个三幅五幅开始涨，对不对今天终于拉回了。这个就是严老师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涨多的股票不要去追，你一追的话你套牢，你资金在里面可能周周转转就3天那你可以去买一些新的啦今天这个对观光类的族群有个都字的富都夏都，对不对？还有那个什么易飞网这些股票都不错那你从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做不到这个观光类股的可能赚的钱就比别人少但是还是有一些股票从这个礼拜一创新高亮灯涨停板，礼拜二昨天又亮灯涨停板，今天速度更快，一开盘就直接锁涨停了。这档股票是谁的？严老师的你如果说这个礼拜从礼拜一开始收看老师节目的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到今天3天杀缸杀鸡啦我也不知道说这杀鸡这三只涨停板够不够你用有人说老师这三只涨停板可以去买房子，这三只涨停板可以去买车子这三只涨停板的话520可以过得很好对啦如果真的你有做到那我就恭喜你好不好。那如果说你没有做到还是说你猜到了那本节目仅供参考但是我只针对我的会员哪一级会员单股会员，我相信你持续都在验证这是真实的获利，这是一个真实的获利，我相信我是一个非常有诚信的分析师的那再一次跟大家讲恭喜我的单股会员那如果说你不是会员的话仅供参考好不好，来验证一下来礼拜一单股会员亮灯涨停板，涨停板锁了11000张，有没有通知你卖？没有，没有礼拜二单股会员亮灯涨停板2笔单，5月16号买的，5月18号买的2笔单，礼拜一亮灯涨停板，礼拜二连续亮灯涨停板，一样锁了13000张，尾盘锁了20000张，来到主升段，是昨天跟你讲的主升段，持股续报，要卖会通知，周二愉快，礼拜一愉快，礼拜二愉快，今天礼拜三要不要继续黑皮一下？要来看一下来礼拜三今天来给你看好来，一开盘就涨停了啦，一开盘就涨停了，单股会员一样2笔单没有改变，连续3天亮灯涨停板，再创波段新高，持股续报要卖会通知，没有通知你就不要卖，
通知你就卖，卖掉之后的话，你有赚几趴？有超过50%不？你两笔单加起来哦，我算起来是60%左右哦，我就算你50%好了，好不好？100万就是50万哦，1000万的话就是500万哦。祝大家今天周三愉快。你看到的都是真的，你看到的不是虚伪造假的，你看到的就是严老师真实的表现，我操盘的一个功力啊。那这档股票会列入到我们年度的啊这个标股的一个操作啊。那明天礼拜四会不会祝大家礼拜四啊周末愉快，我就不知道了啦，我真的不知道齁。但是这边的操作我还是要跟大家讲齁，原则是掌握标股这个很重要，好，掌握一档标股这个很重要。如果说标股的一个操作你没办法掌握，礼拜一你卖掉你赚一根，礼拜二你卖掉赚两根，今天你再卖掉你赚三根，那两笔单我算了一下啦，应该是接近60%左右啦。好，我们怕口误啊，所以我们讲少一点，50%就好了啦。50%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你在严老师的会员里面，你是单股会员的，你这三天的一个操作，三天三根涨停板，从一开始我们进场去买，到今天为止，好，我们就把它结算掉好了，好不好？就当我们今天把它卖掉好了。我相信啊，赚得多的，就是一个纪律操作的会员；你赚得少的，你中间自己跑掉的，还是说你买的没有买的，对不对？那我就没办法了。那我的策标又告诉你，对不对？下一支亚航我们就准备要进场了，好不好？如果说你亚航没做到的，那老师今天必须要告诉你，下一档亚航绝对比这支亚航要更标啊，你要好好的把握一下啊。大盘目前为止这个地方啊会拉回，稍微修正一下下，修正的幅度不大了哈，好，那还是会继续往上走，但是我们不要去看那个加权指数啦，我认为的话你应该就是看个股，好不好？好，那之前跟大家讲的哈，比如说来，对，叫你不要追嘛，对不对？五福啊，这涨的已经很多了哈，这个不要去追啊，这是旧的。来，来，三富也是一样哦，这涨很多了，你不要去追，你现在应该去买新的。什么是新的？来，来，这是新的了，来，这个刚刚突破的，好不好？这种刚刚突破的，好的，这个基期还非常低的，嗯，哎，这个也是啊，刚刚突破的，下都啊，有个都字的，副都下都，啊，这个也不错，啊，对不对？啊，突破以后嘛，慢慢垫高，啊，我是为你好，这些股票的话你都可以注意的啊，但是有些股票你要注意哦，你要先卖喽。啊，哪一档股票我点名好了，来，你觉得要不要卖？这个上影线你有看过这么长的吗？你学过技术分析，这个上影线，这个大量告诉你什么？今天成交量快要10万张啊，咋办？丢你来不？出现这个，啊，记得哈，赶快卖啊！严老师提醒你啊，赶快卖啊！就像我之前我有提醒你嘛，啊，这个赶快卖啊，很弱 啊，这个要不要卖一下？也要卖啊，啊，这个呢一样啊。老师讲的话你要听啊，你不要都不听啊，你都不听的话，你到时候啊你自己吃亏哦。我先跟你讲哦，好，那当然第一轮啊，目前为止的话，美光的一个退出中国大陆的一个市场，对于台股低润的族群啊，未来非常有机会直接消化库存，直接啊供不应求，我认为应该会产生，因为目前为止的话，啊，只要去掉美光那一块啊，低润的族群啊，未来就会大爆发。你不要看今天南亚科没有涨哦，南亚科目前为止是多头走势哦，哦，这个老师必须要啊一分证据讲一分话，我直接提醒你，低润的族群啊。至少在今年下半年啊，你要去留意一下，好不好？好，那礼拜一公布的这档股票，今天还在涨，我就不公开了。今天还在涨，我就不公开，等它再度亮灯涨停板，好不好？
我就一定会公开。啊，这一支股票可以公开啦，好不好？啊，礼拜一亮灯涨停板的，好不好？啊，6233的旺九，啊，我直接就跟你讲，我有做，好不好？来，旺九，对一下啦啊，来旺九，对不对？我们不会去做那个欺骗老消费者啊，我们对于会员的话都是非常诚信的啊。那当然，这个最近会员啊，跟严老师啊在那边聊天啊，老师你好强哦。老师你好棒棒啊，这个没有什么啦，我觉得没有什么啦，股票操作嘛，就按照自己的一个想法去做，我当然有我的操作的一个逻辑啊，哦，不管从基本面技术面到筹码面，我面面俱到，我都看过了，有我有把握我才会出手，哦，像之前对不对，这个亚航我送给你的时候你有没有把握，你不要说老师亚航接班人亚航涨太多了，那你又送我亚航，我看得怪怪的，真的会奇怪吗？你看了以后真的会奇怪吗？这种潜伏底直接攻的股票哦，今天虽然说拉到涨停板，对不对？啊，你未来你可以慢慢看哦。这个股票哦，啊，我认为啊，未来还是会大涨，对不对？这个基本面你到底看得懂看不懂啊？有新约，有业绩，啊，有未来的一个展望，啊，有没有反映到所谓的营收啊？你看仔细啊。一月份的营收啊，一到四月份的营收是35%成长，单单四月份业绩的成长就是61%。如果说这个数据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你说股价会不会反应？啊，你自己要看着办。5月11号跟你讲赚钱了，5月17号拿简讯给你看，一张都不卖，再创波段新高。礼拜一跟你讲2笔单开始保密，有没有？有吧？礼拜二跟你讲什么？啊，2笔单保密，1234566，啊，礼拜一是12345哦，昨天是12345566哦，那今天是什么呀？12345567，来数一数，12345567，亚航这档股票，严老师的会员以今天收盘价来讲，大获全胜，直接跟你讲大获全胜了。没有模拟两可啦，你要卖随时可以卖，好不好？你要卖随时可以卖，好不好？我的操作其实是很随性的啦，我也希望说大家能够赚得到钱，这个很重要，好不好？那本节目频道的话，来你看一下哈，我们第一个节目时段的话，就是在盘中的一个连线哈，非凡58台，好不好？大概就是下午的啊，下午的大概1:15啊，大概到收完盘了。好不好？这个时间，广播节目大台北啊，这个 news 98，每天下午啊，大概是3点到3点半，啊，运通财经台每天下午3点半啊到4点，哎，凌晨的1点半的重播，早上7点的重播啊，这么多节目啊哈，我说希望说大家能够好好的掌握一下哈。那目前为止大盘的话，当然是由我们现在看到金融跟电子啊双箭头来开始起涨，配对的一个强势的族群就是属于一个观光类的族群啊，观光还会不会涨？还会涨啊，只要投资人认同，你不要说你自己没有做，你就希望别人不要做，不要那么坏心啊，啊，不要那么坏心啊，我认为你做观光没有什么对跟不对啊，只要你能够掌握到低阶的买点，但是拜托大家买多一点，你在底部要多买一点，啊，昨天要卖啊，三富也是一样，你真的底部有重压的，你可以买房子、买车子啦，记得股票有买还是要有卖，这个很重要哈。我们在节目里面的话，都是给大家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甚至我们对于大盘的一个研判啊，对不对？我们都是跟你讲做多，我哪一天跟你讲过说你要去放空啊？放空能够大赚啊？放空不能够大赚，放空可以去睡公园啊，为什么不放空？我先花个时间跟大家解释一下好不好？多头走势里面其实它是很缓慢的，里面的股票一档接着一档，类股轮动，它会把加权指数往上慢慢的去推啊。那空方走势里面就是多头走完了之后，它会进行所谓的多方的一个修正，但是那个不是叫空头，真的空方走势里面就是以美国1930年的经济大恐慌，这个叫做空方走势。台湾最近的这一次是08年的金融海啸，
加权指数啊，大概从9000点一路跌下来，就剩3000点嘛，腰斩再腰斩，这叫空方走势啊。现在的分析师很奇怪，都看不懂的啊。要不要我来教你什么叫空方走势啊？啊，你随便叫一个3岁小孩子来跟你讲，这叫空方走势，这大牙不要被笑掉了，这大牙真的不要被笑掉了哈。啊，亚航你赚钱的话，你可以验证了一句话啊、哦，严老师为什么不打折啊？我为什么很少打折？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啊，绩效就是赚钱呐、啊。每天打折打折有意思吗？我认为一点意思都没有了哈、哦。那我在节目里面，我必须要告诉大家哈、哦，人为什么会失败？啊？人为什么会失败？你股票做错，死不认错。你人找错了，你还在那边凹，哇，那个老师啊，好便宜哦，哦，这种价钱真的找不到。那你去了以后呢，输更多，对吧？理论上面是这样子啦，没有失败的人呐、啊，啊、哦，你自己放弃自己呀、啊。啊，我怕你自己放弃自己啊，所以我今天要给你信心啊，啊，我今天要给你信心，我强迫你赚钱啊，好不好？我们的车票上面不是跟你讲吗？下一次亚航好不好？你就好好把握啊。建机啊，我先讲哈、哦，这个涨太多，你要先卖一趟哦。今天的话爆大量，你要先卖一趟哦。我在节目这些适当的时机点都提醒你哦，像这种股票你要先卖一趟哦，你不要傻傻的哦啊，再涨太多了、哦，你要先卖哦。啊，中华化啊，老师这个股票是新的，对，新的，来，1234对不对？啊，创新高。今天呢，啊，今天你要注意了、哦，啊，我们简讯有发给你哦，中华化你要注意了哈、哦，啊，会员应该都听得懂了。啊，会员应该都听得懂了哈、哦，再给你看一次哦。啊，为什么尾盘在拉？不要跟别人讲啊，自己知道就好。啊，自己知道就好哈、哦。明天这档股票来，会不会比这个亚航更强？会不会？会的。你想赚钱的，今天就不用客气了。你不要跟我客气啦。啊，我知道你现在不敢做啊。我知道你现在找不到标的啊，好不好？严老师给你靠，啊，我也不耽误你时间呐、啊。等一下我会给你一个最好的，那你可以负担得起的，你又可以大赚钱的，好不好？啊，那当然这个成田的啊，买到成田也应该赚钱呐、啊，是不是？啊，应该赚钱呐、啊，哎，买三商店的也应该赚得到钱呐、啊，啊，是不是？那买利基的就赚更多了，因为这股价就要190了嘛，对不对？很多的股票我都送给你啊，啊，请记得明天这档股票哈、哦，我直接告诉你啊、哦，它是一个业绩大成长的，啊、哦，有涨价题材的啊，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应用，我明天会拿出来讲，好不好？但是我希望你明天早上，啊、哦。大概8:45，我们就会开始通知的啦，包含我们的会员在内，好不好？明天我们要进场一档股票，啊、哦，单股的，啊、哦，我们先做这档股票，先让大家有个赚钱的感觉，好不好？我们再谈下一步，好不好？那明天这档股票是锁定主流的爆喷股哦，只有一档股票，只有一档股票，你要好好把握哈、哦。来，中华化哈、哦，记得明天的走势。亚航有赚到钱的，来恭喜我的会员，啊，亮灯涨停板，礼拜一开始亮灯，礼拜二再亮灯，礼拜三再亮灯，啊，老师有没有比亚航更强的？有，来，你今天做这个动作就可以了。比亚航更强的股票，今天电话拨通，直接跟你讲代号，发动点，我们直接通知，好不好？你电话有拨就有，没有拨就没有，好。老师今天最大诚意哈，今天就开放啊，只收一个月，直接服务你一年的会籍哈。我先讲，只有今天，只限今天，因为亚航今天亮灯涨停板，连续3根，我们为了要做亚航的接班人，
啊，比亚航更强的股票，单股的哈、哦。我今天给你这个，就只有限今天，前面十位严老师清代，好好把握。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轮源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资历完整，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带领会员领先布局，透析大盘结构，掌握台股走势，产业深度研究，前景洞烛先机，严格风险控管，带进保证带出，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灵活攻守，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就专线02-2321-9933，2321-9933。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洞悉盘势，策略选股，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赢家专线02-2321-9933，2321-9933。爸爸，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因为我们是知道啊。哦，我懂了，对方是干道，不管直行或转弯都拥有优先通行权。没错，只要设有停让标志、标线或闪光红灯的，就是知道应让干道车先行。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或者号志呢？那就进入路口时少线车道让多线车道先行，车道数相同转弯车让直行车先行，两边都直行，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知道让干道，安全最有道。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哈。那当然有人会问说，老师，明天这档股票啊，是不是底部的啊 ？Yes， 啊，是不是从底部开始起喷的？没有错啊。那我先讲啊，你没有耐心的就不用进来，因为这个股票可能会翻倍。你不要每一次都涨个老师30%我卖掉，老师啊，这个50%我就卖掉，对不对？可以翻倍的股票，你为什么你不抱长一点呢？啊，你像那个昌河，对不对？这股价是从60块钱一路大涨就翻倍嘛，你每一次对不对赚一点就跑掉了，那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这新通对不对？不到20块钱，啊，至少也涨50%嘛，啊，这个秦邦涨完了没有？啊，有人还在猜嘞，老师这个涨完了没有？啊，你有没有幸福啦？我问你啦，有没有幸福啦？啊，这个有没有涨完哦？不是你说了算。啊，我这边给你画一下了，好不好？啊、哦，对不对？哦，我这边给你画一下，这个有没有涨完，不是你们说了算的，啊，趋势说了算，哎，哪一档不是大赚呐、啊？有人说参加老师的会员可以去买房子、买车子啊，你自己知道啊，啊，好不好？啊，老师这千富好像今天又开始涨了。真的叫你买在底部的时候你不买啊，每次涨上来啊电话一直打，老师这个涨到什么时候啊？老师这个涨到什么时候啊？老师你到底有没有做啊？老师你有没有做啊？你自己看好不好？我讲到都不要再讲了，你现在只要做一个动作啦，好不好？拜托啦，你要有行动，行动来自于哪里？你对台股要有信心啊，你有信心之后行动才会产生强大的力量啊。我今天我要鼓励你啊，我要强迫你赚钱，好不好？今天给大家一个啊，每个人都出得起的啦，好不好？你先来试试看 ，OK 了，我们再谈后面的合作了，好不好？先恭喜会员来，礼拜一亮灯涨停板，单股会员，礼拜二再度亮灯，同一支。礼拜三还是亮灯涨停板，
你要卖，随时可以卖。明天注意这一支啊，中华化，注意一下啊。恭喜亚航，来两啊一级会员两笔单，大获全胜。有没有比亚航更标的？有，有啊。今天做这个动作啊，把电话拨通，亚航的接班人，比亚航更强的股票，单股锁单，我直接告诉你，明天早上要进场，我们直接通知你，先登记，电话拨通先登记就可以了哈。老师今天最大诚意，好不好？我今天就只收一个月，服务你一年，服务你一年啊，一年就一次的机会，好好把握。明天早上我会通知你，我们明天见。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站住！口令，站！僵尸去哪里？去市场。做什么？吃鸭血。冲！怕找道长。冲！不然是什么？你说。你看牙医。错，炒大肠。僵尸，炒大肠。你饿了吗？精力充沛。你怎么知道？我每天都马在挣。不，干杯！宝利达蛮牛。德明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资历完整，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带领会员领先布局，透析大盘结构，掌握台股走势，产业深度研究，前景洞烛先机，严格风险控管，带进保证带出，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灵活攻守，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就专线02-2321-9933，2321-9933。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洞悉盘势，策略选股，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赢家专线02-2321-9933，2321-9933。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